小蔡一点，怎么了？白告诉你了，当心暗器。
太闲了，去吧，快拿玉佛。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稀世国宝啊，绝不能让小鬼子抢走。今天咱们爷俩就来个完璧归赵，来，装上。哎，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行不更名。 坐不改姓，就让小鬼子知道这是我干的。啊！啊！又犯病了，小宝贝，快点！ 太太，你还有鬼呢？有，没有，小凤，咱俩还歇了你啊！我怎么办呀？给老爷打电话就快去呀！打电话说什么？就让太太用犯病的快去，笨死了你！太太，听话，太太听话，太太听话，太太你看，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你看，没有，哎，太太没有。 把那里面的记上。报告局长，你的电话。没见我在忙着呢。是你家里打来的。什么？在哪儿？二楼办公室。哦，齐馆长，我去接个电话。 喂，快说！啊，老爷，我是小凤儿。小凤儿，出什么事了？是太太，太太她又犯病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太又犯病了？太太她这回病犯的，这犯的可邪乎了，真是吓死人了。老爷，你快回来吧，你快回来吧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 你说什么？你是要把这里扔下不管了？不不不，机关长，我太太突然间又病了，我不回去家里没人管呢。你不能回去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冬天，你小子有没有人味啊？这件事如果出在你的身上，我们也横加干涉，你怎么想啊？看看，出言不逊，那你小子就是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。 冬天，你小子再撒野，一颗花生米送你回东洋老家，你信不信？算了，不要为我伤了和气。我不回去了，不就是了吗？凭什么？你回去。那这有我呢。有你？山本机关长，你以为我们中国探长都是吃干饭的是吗？我保证，把这的来龙去脉。 给你讲得一清二楚。他没有死，他没有死，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你这说什么呢？他没有死，谁死呀？活的。
大师兄回来了，他没有死，我大师兄来找我了。太太，谁也没有来找您呀。有啊，我大师兄来找我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了来了啊！您呀，先把这个药吃了，好不好？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听话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太太，老爷吩咐了，这个药您一定得吃。我不吃。 太太，你要是吃了这个药，你就能见到您的大师兄了。听话，只要见大师兄，嗯，吃，真好，真听话，不睡。只要见大师兄，你吃，嗯，我去忙去，听话，嗯。 哎，爸，这还有咸菜呢。嗯。爸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说吧。咱家又没钱买你买菜，小姨她为这事都已经快愁死了，她还不让我告诉你。 这只玉镯是娘出阁的时候，你姥姥送给娘的陪嫁，我送给你，就当是娘送给你的嫁妆吧。娘，
真是难为他了，爸。我看，要不然咱就……你想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再打那些东西的主意。爸，咱家都已经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，你总不能捧着一个金饭碗活活饿死吧？就是饿死也不能动，儿子。 哦，从日本国内派来的。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，太太还好好的，怎么说犯病就犯病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太都干了些什么？如实回答。哦，没干什么，太太她一直在自己的卧室里看报纸。看报纸？嗯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听到太太的尖叫声了。小凤，你去把太太看过的报纸给我拿过来。 哎，老爷，太太刚才一直在说，说什么？她
他说大师兄没有死，他大师兄来找他了，真的，老爷。 消息怎么这么快，就可以捅到报馆去了？齐如燕，好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！这消息啊，把上海滩都给震撼了。哎，如燕，你来我们报社时间不长，已经成了我们报社。 首屈一指的金牌记者了，总编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我这可不是夸张啊！从早上到现在，我这办公室的电话就没有断过。这在我们报社可是百年不遇的事情。哎，这则消息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搞到手的？总编，为提供线索者保密是我们搞新闻人的职责，您怎么也？ 好奇，我真的很好奇。哎呀，这个提供线索的人肯定在上海滩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您就别瞎猜了。好好好，我不瞎猜，我不瞎猜。希望你啊，充分利用你这条内线，多挖出一些有价值、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来。我会的。 怎么了？魏英杰，我要宰了这个支那主！嗯，猪，支那人通通是猪，猪！英杰，如果你的智商有魏英杰的一半，哦，哪怕是三分之一，我都会毫不犹豫的让你去把他干掉。 我们杀一个支那人，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可是，在我们这里，像魏英杰那样精明强干的行家里手实在是太少了。你和我都应该有自知之明。就拿今天来说吧，这个魏英杰对案情的分析，那简直是逻辑缜密。 环环相扣，无懈可击。这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喜讯和希望。什么喜讯和希望？我再重复一遍，军部给我们的绝命任务是，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中国的那个锁侠。你给我记住，这个锁侠的名字叫铁丝恩。 铁丝恩，要行，我们就是要借他的手，去打开中国皇帝陵寝地宫大门上的那把龙头大锁。陪葬在中国皇帝身边的传国玉玺和用米虎符，是我们天皇陛下和东条英机大臣朝思暮想的宝贝。 传国玉玺，虎符，他们是什么样的？嗯，你看看。
老爷。又怎么了？太太，太太她醒了。哎。哎呀，我的好太太，如果真是大师兄的话，我一定给你找到他啊。是他，二师兄，是他，他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没有死，他真的没有死，他回来找我了。你看报纸上，那是我父亲给他的龙锁印戳啊。是，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啊。我的好师妹，啊不。我的好太太，如果是大师兄的话，我一定给你找到他，一定啊！老爷，您的电话不接，我已经替您接过了。谁的电话？是山本机关长。是他？他说什么？他让您赶快去他那里，不得有误。太太，你看我公务缠身，我只能让婷婷回来陪你了，好不好？婷婷。婷婷，我小女儿婷婷，婷婷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打电话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。婷婷，婷婷回来，婷婷回来，婷婷，婷婷。你真讨厌，有什么事快说。哎，怎么了？是爸爸呀。哎呀，爸，我不知道是您啊。婷婷，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呀？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吗？没有。爸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婷婷，你妈妈的老毛病又犯了。爸，你说什么？你妈妈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我还有公务需要处理，马上得走，你赶快赶回来陪陪你妈妈啊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罗局长，你看这回这个锁匣的真假究竟如何呀？这啊，你是不是有些难言之隐呢？没有。那好，那就痛痛快快地回答我提的问题好了。据我的观察，这回好像是真的锁匣。那么说，这个锁匣是真的没有死，他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现在是真的惊现上海滩了。